小孩房间大突袭。哎呀呀，这是您看吗？这是又脏又乱。这是厨房吗？它快长成树了，你看看。这个是芭蕾吗？啊，里面还有吃的。你现在天天酗酒，都喝光了。哎，我的妈哟，你干嘛喝那么多酒？哇塞！哦 ，seven 呢？过年从那个麻将就开始喝，结束打麻将喝一点这个 OK， 因为我们都是靠这样的赢他的。没事啊，啊，我是看着嘞，有没有？他总有这个东西啊。等一下再砸次碟呢，我操！别叫我被误会，这个太奇怪了。你这月折起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。写着真的是拍片的时候用。我们那时候在拍摄，要揣摩那个丹麦女孩嘛。啊，我那时候想说拍一个天母男孩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在揣摩那个姿势里面有粘在一起的部分。不是啊，是吸收了。最担心的就是小孩子都长大了，他们要经历一个空巢期。哎呦，不，你说长大，我们这边可不同意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同意？因为孩子再大，永远都还是爸爸妈妈的孩子。哦，可是我们不愿意啊。对。我们希望可以成熟，我们要独立。但是这一点，你是不是觉得爸爸真的是很会尊重你们？对对对对，他给我们很多独立的空间。我进他们的门呐，恭恭敬敬呢，空空空，还要等回应。那我到他们的房间，尤其三个女儿宝贝女儿的那个床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敢摸？我进去，然后宝贝，然后床边一坐，我才刚换床，我连坐都不可以啊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完全演给他看。还嫌他爸爸脏啊？哎呦，很严格哦。谁叫你的？你没有，因为他常常一头发胶。对对。全部就给你躺在床上，对，蛮实在的。爸爸一头焦回到家里，真正有功的人，给你躺，给你躺。录完影那么辛苦，好，回来女儿在家里睡懒觉，睡觉就好了。啊，你哥嫌恁老爸啊，你敢屌？好了，以后不嫌了。欢迎欢迎，这边有爸爸妈妈。女儿会嫌你吗？我女儿不会嫌我，不嫌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对，没有，她看那个眼神示意啊。我到她房间。当然也是要打招呼的啦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房间里面会不会经常有怪兽啊？啊，怪兽？又是徐怀钰。会，每一样东西都是怪兽。哦，会有坏东西一点。小怪兽。哎，国贤，来，妈妈妈，这口干他们不听。老啊，那有怪，那有奇怪啊。没啦。哎，你会先敲门吗？会啦，彼此尊重啊。对啊，你什么时候敲过门？哎，你没有门哦。不是，像我房间只要有东西不见，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妈。就进去偷东西啊？真的，抽屉里面钱啊，或是日记啊，我零钱也偷走的。日记也有，对，从小就这样子。你这样讲，等一下播出去，我还能做人吗？没差，没差啊。他就是你做出来的人啊。对啊，我知道。不是，他讲这个，哎，去他家除了会找那些可以插花的东西以外，其他我都看不上。可以插花的东西，插花麻将桌、瓶瓶罐罐啦，不是打麻将，古董啦，哦，其他那个我都看不上啊，看不上呀。妈妈也是有挑的，不是都拿，也会敲门啊，我不会就是。突然跑去他家，不会，都不会，我都会先跟他说，我什么时候要过去找你啊，还是怎么样，都会先讲好。但一定会有备份钥匙吧？他有给我他们家的钥匙，有很好的备份钥匙啊。是是。想到这个，就我就突然间有气。我没有你的房间的备份钥匙，但你们都有爸爸房间的备份。哇，怎么会？整个家会做坏事的只有你啊。哎呦。是了吧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个吧，那个吧，你如果突然间进去没有敲门，这不行。他棉被刚好在上上下下，那怎么办？在哪？左左右右也不行，前后就北塞。我一般不会先敲门，我都捡来那个喇叭锁，先看一下能不能开，不能开就代表他们有事情在做。我就是，不是我家的。我爸管教我们是说门都不能关，所以我带女朋友回家只能坐在床边三分之一。哦，他们觉得这样叫做端庄，他们看得到我们在聊天。如果关门，我爸是会贴在门上听的。这样
是很夸张的那种，所以门基本上好奇呀，这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来突击，是我们让爸爸妈妈知道，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或是他们的房间来突击一下，看状况如何。里面一定有怪给西，对不对？先来看金尼爸跟金尼，来，没什么问题，来。今天我经过这里，顺便来看看金尼他在不在家。因为我来这里发觉这个环境不太好，前面刚拆过，附近凌乱，线路非常乱，这房子也很老旧了，看起来有点担心。顺便来看看他室内环境怎么样。那好吧，我们就上去看看吧。爸爸主持的还不错。哎。哦，你在家啊？哦，我来看看你们这里，你们在最近怎么样？我刚经过这附近的，顺便上来看一下。尴尬。一开门就有坏东西吗？哦，你让我进来吧。好，先进来好了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经过这里，顺便看看你们啦。天气冷啊，看看你们穿的暖不暖啦。好，先脱。好尴尬哦。对，学聪明，你们是怎样啊？你们最好是刚刚经过。哎呀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啊！啊！给你看，你们应该准备几双拖鞋，有客人来、朋友来可以招呼一下客人。大家一样，你不要一来就，你现在是怎样？我在看哪边有地方可以坐啊，是吧？这里很多椅子啊，你看有公车跟树，还有甜甜圈。床铺也可以坐，人畜共用的地方就对了。对，我们是大自然之家。人畜共用。哎呀呀！随便坐，那个坐。床上，这是猫睡的还是人睡的？我们一起睡，我们一起睡的，干嘛？好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好，要有个整洁的环境啊，人才健康，猫也这个宠物也健康。干净啦，我都有在扫啦。哎呦，我们现在养了5只猫。这区是他们的饮水区。天哪！我想象成是非洲的一条河流。对，真的，因为你知道猫很鸡歪，就是你有时候放一盆它不喝，它要去喝别的。我就想说，好，我通通都有，那你就总会喝水了吧？不然很容易得肾脏病，很容易死翘翘，就很可怕，所以就多买一些水盆。天哪，我好疯哦！你们这样跑来，完全见识到我。哎呀呀，是能走吗？这个是人走的地方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是谁尿尿吗？有尿尿，不是，你知道这个是有一个故事，这是意外，这是有一天在这边睡觉的时候呢，有一只猫在这边突然就吐了，然后就吐在我们两个中间。天哪！什么？然后我都不知道，醒来之后才发现，哇，这边怎么有一滩吐？我没想到你是你的居住环境是这个样子，这样怎么行啊？这样。猫本来就会吐，然后我又这么多。他们就是每天轮流吐。丢了，才刚买而已，其实也可以用。哎，这个沙发浪费了吧？要这样。对不对？这个沙发当初买很贵的嘞。你也没在用啊，就给我嘛。不是这么好的沙发，它几乎还有按摩的功能，还可以当成沙发床用的，就现在堆成这样子，浪费了。这个位置刚好就是。还有衣服这样晒，还好这边还通风了，不然的话，室内晒衣服是最不健康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有湿气，会产生霉菌。那人若跟那个潮湿的衣服住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的话，久了，对身体一定不健康。爸爸像来看风水的。哦，这个壁癌很严重啊。盖住了没关系。不是盖住，盖住更糟糕。壁癌啊，一定要处理。啊，你如果自己可以处理的话，上网查一些资讯的，买一些简单的器材可以自己处理。如果不能处理的话，那你这个地方就要让它能够空气流通。爸爸很疼你耶，有道理耶。哦，电脑开了，看看你这上面什么东西啊？爸爸，你掉垃圾了。哦，你那个什么抓娃娃机的是吧？没看不关掉，我常按，好哟。哎，好像数字怎么越来越少的感觉啊？快过年了，不要。现在有没有还有负的？这个如果做不下去，我看就退掉算了。我跟你讲，之后要过年了，过年生意会很好。好，真的，过年很多观光客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好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就因为你们刚一看到就是很多猫，对啊，总是有尿尿的地方，然后我要做娃娃机，所以总是会有囤货的地方。哎呀呀，这能看吗？这个？我已经尽力让它整齐了，可是你知道他们尿尿完就是出来。一定会带沙，哦，猫砂一盆又一盆呐，真是又脏又乱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没有脏，它只是乱。天哪，这是厨房吗？乱什么乱？
有趣，我都找不到我的库存在哪里。我跟你讲，我要跟你们解释为什么这边会变成这样，因为你看那个排油的管子啊，是对外面的，然后这一面刚好面风，所以我之前刚搬来的时候，虫就一直从那个抽油烟机的出风口飞进来，超可怕。然后我就发现它从那里飞进来之后，我就开始把它全部粘起来，所以这边我就没有用了。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对啊。啊，它快长成树了，你看。这个是发霉吗？啊，是发霉。东西是不少，这些东西好像都过期了吧？是不是？里面还有吃的哎。啊，好像是上上礼拜买回来。冰箱要常常清理，虽然冰箱小，常常整理，要推陈出新。还有跟这些猫砂在一起的话，是不是？哎，近朱者赤啊，你看看啊。快受不了了。他说你男朋友啦。这洗脸台。这水都排不掉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快淹水了，你看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才一点点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等它流完再开，因为它现在塞住了。塞住可以处理吧？这还是要清，还是要清。流掉就好了，流掉再开就好了。不是，它流掉。哎，还爸爸帮忙整理啊？哇，你太离谱了啦！好不容易终于有地方可以坐了。啊，你就是来坐这个沙发就对。我每次来都要找没有落脚的地方啊，难得找个地方坐啊。好好好，以后还是这样。以后啊，要多多好好整理一下。好，虽然你今天突然来吓了我一跳，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你帮我打扫，谢谢。希望下次来不要再劳动老人家了啊。那可以先放下，先给我吃，就是让我知道一下。好，对。突击成功。所以你看啊，那怎么会？爸爸跟女儿看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我看的看点在哪里？哪里呢？出来开门是个男的，那经理爸爸你好开通哦，你还可以让他们根本就是过两人生活，直接同居了。哎，这个管也管不了。他对他好，第一个是管不了，第二个是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啦，对不对？也是，他们也大了嘛，他年纪到了，他自己可以决定，对不对？那个美玲。五雄如果跟我同居，你会反对？太笑了吧！就说我是某一个男生，可以，我们可以玩，我们可以一起玩，也可以接受。不能，你不能接受，完全不能，砍死他。啊，你自己的，我很洁身自爱啊。以前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我只差没有到调查局去上班，太厉害的压力了，牙口裂了。这些父母很奇怪哎。对呀，哎，自己可以哎，就是州官放火，不能百姓点灯。真的，我们以前年轻也没有乱来啊。他爸爸就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就结婚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但是婚前有住在一起了啊？有。宪哥太会问。你不要让王美玲小姐这么尴尬。有，太厉害了。OK， 当然爸爸的一个心情嘛，我们也希望这个对不对能够。他主要担心安全问题。对啦 ，OK 啊，这个男朋友对他很好，有人照顾也好啦。这看点一，那第二个呢？再来，你那个里面那个整洁，真的卫生健康，没错。这个啊，这个就像我常常跟他讲的，环境整洁。就会让身体健康，有了健康的身体，你才能够长命百岁，对吧？你有了健康的身体，也对这个社会、对这个国家才能有贡献嘛，是不是？这么大，你会不会想太远？国家就太远了，忧国忧民。经理那方面，然后你养五只猫，你怎么？人家五熊也不过五只熊，熊也很大。名字以后你改成五猫好了啦。五猫，猫很容易不小心越养越多只。看到那个你也经营那个娃娃机呀？对，弄就弄，还弄到赔钱呢。状况是这样，现在的客人很聪明，他们会挑产品来夹。如果说，因为我是去日本带公仔回来，我公仔被夹完了，我就放一般的娃娃，他们就不夹了。对，当然啊，对，所以我就得赶快去补货。可是一定有空窗期。做这个生意，爸爸当时没有给你建议吗？因为他这个等于是做什么生意啊？蛋挞。台湾的那个蛋窝，还有甜甜圈，对对对对，跟着做，怎么开了一家蛋挞 OK， 然后立刻这街上十家开出来，奇怪，超多间，城市里面开了一两百家的蛋挞店，这个行业有点像以前的狗不理包子啦。那是什么？一下子膨胀很快，然后很快可能就会崩溃。但是我就已经举了一个蛋挞的例子，你硬要狗不理包子。
爸爸也是有他的坚持。对啊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马国贤喝酒误事，吴宗宪趁人之危。你现在天天酗酒，都喝光了。我这个瓶子不能丢掉，我要拿回去种花。我的妈哟，你干嘛喝那么多酒？哦 ，seven 呢？国贤每天都要喝一点。你知道他过年从那个麻将开始就喝到就开始喝结束。对，我说你到底是不想活了还是怎么样？打麻将喝一点这个 OK， 因为我们都是靠这样赢他的。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对这个就夹娃娃机啊，如果大家不看好的话，就像宪哥刚才讲的，要有明星加持，对不对？嗯，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多跟宪哥要几张签名啊，好，谢谢。照片贴在每一台机台里面。那我也要开娃娃机，奇怪。可以啊，就是夹娃娃上面还有一张我的照片。对，比如说宪哥台或者 Cindy 台。对，好好玩哦。哎，这个连那个屋主他店主他都有感激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会带人气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也是。啊，你们父女俩就来我节目里面唱双簧。就要我拿照片给你们做生意，谢谢谢谢。还不用付我代言费。OK， 来看我们第二一组好不好？马妈妈出手了，来。哎呦！哦，用拍的，用拍的。喂，你在干嘛？出来！这么凶啊！你是？你出来看看。我在跟我们来录小明星大公开。这样。你看看你上次才摔到快要变残废，你还敢留在这边？你是不想活了？那就没什么再洗啊。没再洗，你摆那边，你心就痒痒的，你不会送人好不好？要不然就卖了。我想来你家看一看啊。看什么？不是啊，看看，因为你那天跟我讲说你最近运气不好，我最近运气比你好。好像你这好像是。对对，我可以给你指点指点吧。哎呦，哎呦，不错啊！一天到晚骂你妈说，到处都是那个乱七八糟，你比我还乱呢。哎呦，我的妈哟，这个不能摆啊，那个黑板，白板。干嘛摆在你头上啊？拿1000块去放大，把它摆在挂在这边，叫有写上有钱真好。哦，俗气，有钱真好。你哪天没有钱，我看你怎么会不会俗气啊？哎，你干嘛？你现在天天酗酒？没有啦。是瓶子漂亮，我们就是收集瓶子。你看，都喝光了。你看得到里面，我随便你啦。灯一照就看得清清楚楚，什么叫看不到？是潮湿的，看得到里面。哎呦，我知道你都把它喝光了，你可见你每天都在家里。你最近是拿那借酒消愁是不是？你是在借酒？哎呦，都喝光了哎！我这个瓶子不能丢掉，我要拿回去种花。你看是不是？我其实我最主要是，我这个瓶子跟朋友要过来。嗯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危险。怎么样？你都娶不到老婆，真的很可悲，还要喝那么多酒。万一得了，以前你阿公是得肝癌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啊。啊，这中国人都有遗传的，所以你不要那个。中国人都遗传，都遗传到我身上来吗？很难说啊，你这样喝下去，不死半条命去了，以后你老了靠谁啊？哎呦，这去年的那个，这个什么，去年的桃花枝都干掉了，水也不加，啊，你这样子怎么会有水井？水井啊，这没发芽啊，不发芽，它怎么会发财嘛？你怪不得啊，运气不好，不是不能。刚回来，来不及换水，好不好？什么叫来不及换水？这个天天都要加一点水，加。我不在台湾，我怎么换呢？你不在台湾，你叫我，你钥匙给我，叫我来加都可以。我半夜都跑来加。不养。还有这个鱼缸，哦，不养鱼，不能放在这边，不然你就要摆钱进去，叫做养钱。真的不骗你。有这种事？真的啦！哎，妈妈会看风水呢。赶快等下把凤梨给切来吃，橘子剥来吃，香蕉剥来吃，还有你，哎呦我的妈哟，在干嘛？你
你现在是什么？哇塞！哦 ，seven 呢？吧台哎，红叶店。什么啦？不是你干嘛喝那么多酒？没有，就是朋友来的时候招待嘛。那你也不能冰箱都是酒吧，而且都什么？就饮料嘛。什么菜都没有，就吃的也没有面啊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个鸡蛋好像放很久了吧？没有，就大概放两三个月。快孵出来了，应该可以吃吧？哎呦，这个我看怪底在家里你也闹晒，来看一下你房间最近好吗？房间很好啊，是我人不好而已。哎呦，干嘛？你看你还说我房间乱，你比我更乱，你看乱七八糟的。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感受一下你的感觉，就是。卖假啊啦，卖假啊！你是今仔我一生你几年啊？你这样五四五十岁人讲啥啊？很乱，我想说，我把我房间布置跟你房间一样。你哦。对。因两个枪要打脆过呢哈。好可爱哦。不要不是我讲，你听你话，你妈话哦，保证你今年可以娶到老婆了。我跟你讲。这种火金非常好用，你看我说三世因果金，你不要不相信。我们人有的人为什么一生奋斗都达不到目的？啊，有的人人家青菜鬼啊都往外做好了。上辈子有修啊。啊，对啊，你就是没修啊，所以你才会你修还不够，所以我今天意思叫你那个过年再好好的这一两个礼拜，你好好的给我。念佛经真的是临时抱佛脚，真的啦，我都有回放给你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摇干嘛啦？哎呦！今天非常感谢你，让我那个阳台啊整个焕然一新，有了不同的感受，非常的感谢你，哎，真的是感谢，不用骂你多一点就好了。好的，对啊，其实你以后啊看完医生啊什么，我真的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就直接回家就好了嘛，对啊，也不需要来到我这边来，就让你舟车劳顿，这什么话？让你辛苦，让你麻烦，舍不得，应该也是要回家吃晚饭了嘛，感人呢，你赶快回家吃晚饭。好，那我等。先送你回去。你今天有工作吗？对，我就没工作。啊，没有，你不回家吗？待会就洗这些花，我把花洗，替他们洗澡。不用帮你啊。哎，不用，你可以先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顺走哦，好。好，待会就帮你。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我讲。我想我跟你讲哈，要开心有马妈妈这样的嘛，那个整个影片里面你讲不到三句话，都在讲哎。好会主持哦，哎，他出外景主持的很好呢。对，以后就当小大外景主持啊。我还以为是风水节目来。好啊，对啊，妈妈来就是一个关心，对不对？我呢，碎念也好听。我最遗憾的就是我妈妈是属于那种点点。不太讲话，他沉稳。我妈如果像马妈妈这样一直念念念，我就觉得她元气很好啊。哦，对的，对不对？阿妈也是会念，但她是那种碎念型的。因为她难得去她家一次不念完，很久念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很久念不到。对了，该念的还是要念。但是你那个，你看她一年可念一次而已。国贤那个房间串弄得很漂亮哎。对啊，漂亮啊。对啊，所以她怕我去啊。你刚又不是没看到金妮家。没伤害，国贤算爱干净，东西收得好。他人家到他家去哦，他就马上拿一个吸尘器起来要吸地，说啊，你要干净了就吸地干什么？出了车祸，滑板车弄弄。上次出倒啊。对对对，上次是骑滑板车，然后自己自摔，然后摔到下巴断掉嘛。而且那一天还来我们这里录音，对对对，还来这边录音，还放在门口，可见他已经有在偷骑，还想再滑。对。对啦，骑小心一点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东西买了不用啊，那个对不对？对啊，东西买了我也有一台。你看他几岁都长不大那个样子，你说你我要不要念他？啊，也是也是，偶尔念一下 OK。有没有看到？你在年纪再大，妈妈都还是把你当孩子。真的，真的。但是喝酒太令人对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国贤就只有这个问题，每天都要喝一点。对啊。
一打刚弄。你知道他过年在家打牌，从那个麻将开始就喝喝就开始喝结束。对，我说你到底是不想活了还是怎么样？不，他打麻将哈，打麻将喝一点这个 OK。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我们都是靠这样赢他的。他那个牌技不行啊，真的快被他打败了。酒啦，酒，你喝这么多，朋友来嘛，总是要有点东西招待，因为朋友也喜欢喝两杯，大家聊聊天。你那已经是酒霸的程度嘞，你几乎每天都要喝一点，我是也要喝一点啦，但是我也怕说待客。就是客人来，你待客招待不周嘛？对啊，我们喝水喝茶也 OK 啊。对啊，你看你就一人一片那个酒精棉片用它。我也酒精不行啊，有味道就好。你看这个，我又要炫耀一下。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交际应酬很多，对不对？我尽量不喝，没有一次喝醉了酒然后回家，啊，然后让孩子看到爸爸是这样。你有看过爸爸喝醉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没有。因为我们喝酒地方那种昏迷耶。我难得凭你一次，你个垮了，你个垮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最想要看的就是五雄的，哎呦，闺房，哎呦，美玲姐，里面有没有躲了什么怪东西？来来来，美玲姐上了上了上了。五雄挥洒创意，吴宗宪却起了歹念。你会气喘，为什么还要弄这些东西？不是，这都什么毛？他们在云朵里的感觉。为什么要收起来？这是我的一个巧思。哇塞！它其实可以耐重200公斤，就是取代霸台。做那个秋千是很棒的，漂亮。对啊，很有创意。这要是有男主人进来，哇！哎，这个秋千可以派上很厉害的用场。怎么？多招式。最想要看的就是五雄的，哎呦，闺房，哎呦，美玲姐，里面有没有躲了什么怪东西？来来来，美玲姐上了上了上了。我现在要到五雄家，看看他有没有在家好好的休息。他搬来这里已经2个月了，那我大概因为很忙，大概有1个月没有来看他了。我现在要来看看他有没有好好的吃饭休息。因为我很担心他，又因为太忙太累，没有好好休息，又昏倒。又昏倒。这是我最怕看到的景象。我现在要进去看看他喽。门已打开。妈妈有门卡。来突击你啊，看看你在做什么啊，有没有好好吃饭？而且你怎么带了一堆人来？我们今天呢带了小明星大跟班的制作团队过来一起突击你。哎，你要干嘛啦？我要看啊，你这张沙发是什么时候送来的？两个礼拜前哦，哇，感觉不错哎，我坐坐看。连地毯都一起来了。雅各，啊，怎么又有那个东西？又是那谁的？沙发。他的啊。他的美，啊，这是他的甜甜圈呢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会有秋千？你说秋千吗？这是我的一个巧思。哇塞！因为当初呢，我想弄秋千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反对，觉得我不切实际。但是呢，我后来就说服了所有的人，因为它是用那种登山的那种钉上去，所以它其实可以耐重200公斤，然后可以坐2个人，就是取代吧台。而且这样狗就可以在下面穿来穿去，到它的沙发那边休息，然后我打扫起来也很轻松。所以后来大家就很喜欢这个秋千，所以你的行为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孩，对，就是要荡秋千。上次搬家的时候不是把这些娃娃都丢了吗？那怎么会又有那么多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是什么毛啊？没有，这是一个装饰品，啊，不是让这都什么毛？他们在云朵里的感觉。什么感觉啊？你会气喘，为什么还要弄这些东西呢？没有，就是我已经尽量留小资，这样有一点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耶。哎，不要再买了，不可以再买了。我编号12345，6只，不可以再多了。这个要7只，啊，真的是够了你。
该不会房间也给我买一堆娃娃吧？哎，雅各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他刚睡醒的。好可爱哦！哈，他现在都睡这里，你都睡这里，你怎么可以睡这里？没有上床啊，他就是有一个。没有上床，当然不能上床啊！没有上床，你在这边，你看。它的毛会让你气喘呢，所以我都有每天都有吸地板。雅哥，你要下去睡，不可以睡这里。要让他陪我呢。哦，你真的是够了。没有啦，我现在因为你看这都有狗毛。我跟你说，我都有在，你看我都有在清。我都有在吸药，我都有在定时的，就是不要这样子啦，这样会气喘啦。雅哥要下去睡，知道吗？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吃那个啊，叶酵素啊。哦，就是要不然你觉得30岁之后的女儿要怎么维持身材？好啦，下去了啦。还有什么？没有。好啦好啦。下。这些又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讲不要再一直乱买了吗？又一堆，到时候又要丢。你又花掉多少钱？你到底是什么朋友？老是在卖你这些东西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就是，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试试看嘛。试试看，哇，这又是什么？怎么这么多？就是叶酵素啊。为什么要一次买这么多？听我说，因为有时候一忙起来，就是我不想断，那这是一个试试看的一个精神，所以我要吃一段时间，我就会告诉你到底有没有用。你都一个人在过日子，都在做什么？你看这些是什么？这可以丢掉了，你都不吃，买给你买的都不吃，发霉了，发霉了，我看，哇。这香蕉发生什么事啊？它都变这样子，这还能吃吗？这不能吃吗？你弯腰，撞伤。你以为会快要坏掉的东西，把它冰到冰箱，它就会变好吗？这袋又是什么？这袋又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！谁过了？哎，发霉了。吴雄，你竟然这个样子！我记得这是好几个月以前给你的。德国面包，哎，这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看都发霉啦。是哦，我以为它摆在那么硬哎。你需不需要我搬来跟你一起去？没关系。这又什么？菜。这什么？这叫菜吗？菜啊。好恶心。这也不行吃哦。当然不行吃啊。我看我来煮给你吃好了。哎呦。真的吗？对。太好了，你看我刚好这边有退冰。煮好了，对呀，好久没有这样子一起，是不是？这样好了，你每个礼拜早一天来我家做菜好了。可以啊，我觉得不是只是新鲜的问题，重点是有妈妈的味道。嗯，你来吃一点好了，真的很嫩哎。哎呦，来哟，吃一块，谢谢。健康美，嗯。新啊，对时对时。这房子是买多久了？两个月，才买两个月，新房子，对对，新的，很棒哎，装潢的，装潢的也自己设计的，嗯，很好，自己设计啊，还不错，楼中楼做那个秋千是很棒的，漂亮，对啊，很有创意。这我是支持这种，妈妈觉得那个秋千不 OK 吗？没摘。会摘，对，不是，就是说坐车可以在那里摇来摇去，可以啊，挺好玩的。因为这样的心境会觉得对，比较烦扰的感觉，童心未泯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要是有客人来，有男主人进来，哇，哎，这个
千秋千可以派上很厉害的用场。怎么？哎，有很多招式啊。国前你知道吗？哈，是是是。然后到里面这个养了一只狗哥，好可爱。哎，这个狗算是很聪明的狗，对，很聪明，而且很乖。对它，那就是有人可以陪伴你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很坚持要养它，是因为它也是捡来的，真的。对，但是其实因为我小时候。就是医生也说我不能养狗，因为有气喘，过敏。对，所以我就是用尽了各种方法，就有在运动啊，或者是吃那个气喘的药去控制它。可是妈妈每次来都一直叫我不要再养它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它不太会掉毛的。定时都会带它去剃毛。剃毛，对对对，把它修掉啊，或者干嘛？用那个清净机就可以了。有有有，我有有有都有，对，没问题的啦。对对对，但是那个 tomato 发霉那个。他就是菜也不行，对啊，他就是一个人住那边，然后他就比较少时间会去就烹调食物。那我很喜欢买，对，我每次去我都会带很多东西过去。那他就反正水果如果我没有切好或者是剥好，他完全不会拿来吃。OK OK， 对。那妈妈还关心的说，怕你这样子昏倒。酷炫私藏难题杂志，里面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没事啦，我是看起来有没有什么，怎么有这个东西啊？等一下就砸自己呢，我别叫我废物，我真的太奇怪了。你这页折起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题写着的，真的是拍片的时候用。我们那时候在拍摄，要揣摩那个丹麦女孩嘛。啊，我那时候想说拍一个天母男孩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在揣摩那个姿势里面有粘在一起的部分。那妈妈还关心的说，怕你这样子昏倒或干嘛？就是那时候一边拍戏，然后一边主持，然后40几个小时没有睡觉，然后那天晒到有点晕，然后就晕倒，对，然后所以就吃一大堆保健食品啊那些的。可是他就一直念我，就说你干嘛一直买那些东西？如果很累的话，你不吃的话，真的。会更惨啊！你这个今天带来这个叶酵素有没有？那这个之前我们看过很多次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我们可以再吃一点。这个我真的要跟妈妈解释一下，因为她一定要吃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就跟她讲说，你先让我试3个月，因为刚好这阵子很累很忙，睡得少，而且又没有时间运动，又快过年了嘛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人推荐我，我就试试看。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吃。然后它也可以帮助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就代谢会更好。那酵素就酵素，为什么叶酵素呢？我只听过叶教授，已经不在了。对，它就是睡前吃的啊。哦，夜晚吃的，躺着睡觉前。对对对。哦，你要睡觉前，然后就来一包，它是一包还是怎么样？它是一定的，一颗一颗的。哦，那这样很方便。对，然后我睡的时间还是少，可是呢，我吃的时候，它就你睡觉的时候它就会帮你有一些代谢的作用，而且它。它这里面呢，你看它侧面，这满满的是有220种蔬果酵素。哇塞！难怪你要把番茄放到烂掉。那你就吃叶酵素就可以。不用吃了。吃的是怎么样？它是排便啊，什么会顺畅？会，而且其实它代谢会变好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就一直跟我妈开玩笑，讲说，要不然你以为30岁的女人要怎么维持我现在这样的身形？对哦，身材超好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里面有加一个氨基酸的一个成分叫 GABA。那它是什么？那是什么 ？GABA。你可以就是比较放松哦，对，然后放松的时候你就会睡得比较好。哦，好多功用哎。哎，这很酷哎！谢谢武雄，谢谢谢谢妈咪姐姐，好，来酷炫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应该当中重症的啦，来那对八直接带我们到你们家去，好吧？出发，突击一下，突击一下。哎，大家好啊！最近节呢，我看到酷炫节呢在原来的那个叫的工作室，那非常的不开心。那也不知道怎样，为什么有一天他忽然间觉得就偷偷搬家了，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室。那我身为人家的父母，我就想说他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把家搞拱呢？所以我今天觉得要到他新的办公室，在他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要了解他在里面在干什么，房间里面藏着什么，这是我好奇的。今天我要一一解开这个谜题 ，Let's go。还没有声音。
我有人开门了。谁？谁？谁按铃的？哎，爸。天哪，不是，为什么爸爸怎么会知道这边？没有没有，我就现在新工作室在这边。对。哇，跟原来旧的是很大的不一样啊！为什么现在都不告诉我？好不容易来，能不能带我去看看房间啊？其实我们这边只有客厅啊。哦，真的，没什么房间。那我能不能到处走走？好啊，没什么好走的，没有啊，厕所带我去看一下啊，厕所好。你还知道我那压力很大，会吗？厕所。哦，是是是，不行不行，厕所厕所，我可以下。爸爸没事啦。不是，看起来有没有？没什么吗？哎呦，没，怎么有这个东西啊？没事啊，他没有看到女生有女生的内裤。这边很多人出入。什么？我们拍片有时候要拍一些男扮女装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穿在身上，或者是套在头上。哎，打麻将的时候这样一直转，哎，开运真的可以改运，爸爸。哦，你不要开玩笑，你怎么改运？改运开有味道，你不要整我好不好？太有开运了，爸爸，我真的时候没什么好看。啊，我就看一下有什么关系的。里面没有任何人，不要担心。嗯，我怎么这样闻到一股女人香？你说什么味道？嗯，爸爸，你这样很像狗。啊，我属狗的，好香啊！性色是不是？对呀，啊，你一直挡，不是啊，你一直这样手帮我挡着干什么？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啊，好看。我，你突然来也不给我时间整理一下，你突然这样拍，是的，爸爸。对，这么哦，你这是拍片的道具啊？是吧？这拍片的道具。告诉你啊，这不是讲女生情趣用品吗？哦。真的是拍片的道具。哎，爸爸，其实我想说，你跟妈妈也很久没有黑修脸了，给爸爸。啊，这个是给妈妈用的。给妈妈用的。没有，其实这是我准备的父亲节礼物，可是我一直没有送。但是爸爸不能用啊。没关系，给妈妈用。送妈妈用，所以代表你这个是也有孝心，也有另外买一套吗？没有，送这一套给你。对，安全一定要套。好，有套有保险。那我就先给你说声谢谢，等一下我再拿走。那我可以其他地方再看一下。哎，没什么事。等一下，这杂志节呢，我没什么事。我你们这样我会被误会，这个太奇怪了啦。我这个书，我是喜欢女生，但是因为这是我们拍片的时候要去揣摩同性恋的情境。哎，不分性。等一下，你这页折起来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，你这页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页怎么是这样？哦，这个就是说啊，重点，重点在它的重点就在重点部位这里，所以。我必须认真的去揣摩，如果当个演员，所以我必须这么认真。哎，爸爸，你这样会被误会。你应该是讲的爱异性吧？我喜欢女生。爸爸，这真的是拍片道具，你这样来会压力很大。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个也是情趣用品。呀呀，这是最近很夯的情趣用品。它其实只是按摩的器具。那按摩它在按摩痘痘那边。哦，就是你如果说脸上长痘痘的话，你可以去按。像我这边脸上长痘痘，我就这样按。对，我就这样。痘痘在经过很多的吸吮之后，它会慢慢的消失，它的脓跟水会流出来。爸爸真的不要误会，这是在做脸。对，我觉得这有感觉到吗？当然有感觉啊！我看我开的公司叫有感觉，我知道有感觉啊。但是这种感觉怎样就非常舒服，但是怎样感觉非常恶心。哦啊，为什么同款式的？没有没有，不同款式。刚刚那个是蕾丝花边。但是我发觉怎样，你好像这个男生好像很喜欢穿黑色的，是不是？这真的是我们之前圣诞节拍交换礼物的时候啊，真的。宝宝内裤只是因为我家裤线放的。哦。哦，内裤很酷，呼应而已。女生进来了，哎，我看一下，谁呀？哎，先生，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工作，爸爸，你是酷炫的女朋友吗？没有，她是那个演出的对象，演员常常进出很正常。哇，她是怎样？我看她蕾丝内裤跟她尺寸差不多哎。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不是啦，那你试穿看看。你这样太奇怪了啦。没有，就试一下。我找他来房间，还可以目测尺寸。开会而已，就这样。我有啊，我说啊，你们为什么开会才会到房间来开？我要跟他聊一些剧本的作用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对，我要跟他聊一些那个，我们要拍一个那个指尖陀螺啊，那个羞羞脸的剧本，就是要来床上的戏啦。这边还有一套，等等，这衣服，然后尺寸也一样，我看一下。爸爸，你每次乱拿奶罩干嘛啦？我真的没有乱搞。好了，她是我们公司的新的女演员，好了，伟哥。你好。对。好，我相信你的。你这样不行哦，下次要先跟我说。好了，
可以吗？不然这样我怎么干大事？好，就是爸爸就没事了，那天色也不早了，就先回去。好了，那我相信你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送客送客，找妈妈哈。好，爸爸拜拜。好，那再见了啊，妹妹。哦，礼物收着，对，好好好，玩具跟妈妈记得一起用哦。好，我相信妈妈会很高兴。对，妈妈，谢谢你们，你真的好孝顺。我长大了，我改变你，看见了。谢谢啊，啊，妹妹要懂得保护自己哦，有事打电话给我。好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该办正事了。这个因为酷炫是网红出来的啦，所以他们这个连影片也处理的比较网红 feel， 对对对，速度也比较快。爸爸，但是啊，桌上这个哎，这杂志是这款的呢，都很辣，对啊，帅，吓一跳，真的是拍片的时候用的，男生的辣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拍摄啊，要揣摩那个丹麦女孩嘛，啊，我那时候想说拍一个天母男孩，哦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在揣摩那个姿势要怎么样。等一下，问过天母了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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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一本难体写真里面，你都没发觉有粘在一起的部分。不是啊，那是吸收乳翻倒了，不小心。你为什么？那吸收乳刚好剧本需要，是真的哎。哎，那页刚好就这样。两条啦，哦，爸爸会担心。我会担心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最害怕他是个 gay， 因为他的长相，对不对？他万物皆是爱，孩子有他自己的发展，爱就是爱，他喜欢什么，因为他是天性长出来。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，你没有办法接受。如果他是很爱中性，你等一下跟我到小房间来一下。我来开发你爸爸，太多情趣用品了，你们家。结果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刚刚在厨房间里，我第一次看到。那个也是一个，他说情趣用品，我吓一跳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刚好拍片要拍开箱，所以介绍网络上最夯的情趣用品。这怎么用？就上面那个酒压，小哦哦，酒压，然后它就会开始有那个震动，刺激想要被刺激被刺激的地方。哦，好难说，好，怎么突然嘴软？哦，它就是震动按摩器，反正就是一个，就刚好在介绍啦。哦，然后交换礼物之前也有换一些女用的内裤啊、内衣啊。我看到那黑色内裤，其实我不相信他，因为我现在觉得对他交朋友觉得我比较有掌控欲，就是说他交的朋友我一定要先看过滤一下，要过滤一下。那他都会介绍给你吗？他不会。他爸爸搬来这边的时候，觉得他根本不告诉我他已经搬家。我是去那边的时候，那个房东才告诉我，你儿子已经搬离开了，鬼你不知道。搬家就是为了你啊。对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为什么不讲？管太多了啦。第一个女朋友他都要去问，然后还会问说，哎，他们的身家调查、房事状况怎么样，也会来关心。然后说这一看不行，扁屁股。我不会生，我爸是管这么细的，我会觉得很有压力。对，然后还有遇过一个一任女朋友头很大，我爸说不适合你，为什么？他说你这样安慰她会很难安慰。头大你也不行啊，还讲笑话嘞，是真的，他会挑，他会自己挑啦。对，但是讲呢，因为我一直跟他讲，就是说讲呢，一个男孩子成功。最主要是你娶到的老婆好不好，就决定你的下半辈子。哦，后面有一个这个支持的力量。然后这样呢，敬酒拍残，忙熬当，拍残忙熬当，拍木机器郎，机器郎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也是对的。像你就是娶到好老婆。差一点故意公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我今天到你们这个房间里面去突击啊，看了一下，我觉得都大体上都还可以。对，金妮那个超乱呐。金妮推荐你海豚吸尘器，真的。猫砂每天就吸一分钟，好，不要再洗了。去把它弄干净。对。然后主要是爸爸妈妈都是关心你们的。嗯。亲人的亲有没有？嗯。大陆简写的亲是没有旁边这个见的。对对对对。亲人不见怎么会叫亲？对。对不对？那大陆那个爱有没有？爱当中是没有这个心的。对。对。没有心怎么能爱？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字，刚才亲，很有趣哦，有没有？是非常好玩的，给你们做参考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